只妖兽就这样打战了三天三夜，青州城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。最后，那头吐火的妖兽成功保护住了青州城里的人类，但是自身却神秘失踪了，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。 干啥？老然，你别紧张，好事儿。你看见采集姐了吗？我给她准备了个礼物。哎呀，采集不是在驿馆的吗？算你，你就不要再去招惹采集了吧。哎呀，老然，你说你追采集姐100来年了也没个结果，能不能学学我算你，倒追我的女孩都派到村口去了。哎，三路鼠的，哎，这。 别踩！抱歉，陆叔，赶时间了。金上的花布，你欠了半年钱了，赶紧还啊！哎呀，账记老冉身上啊！快看一看来。
来。有意思吧？哎，这位小哥，你知道医馆怎么走吗？小姐姐看病啊？啊，对，哦，不对不对，什么小姐姐？我是男的。哎，别闹了，你这一装束太差劲了吧？哎，我正好去医馆，跟我走，走。我才不跟你走呢。哎，让开让开让开，让开让开，让开。各位乡亲，蔡姐姐，我发明的这系统可以吧？你别调皮啊，自己玩去。伸手。找哪儿呢？这位姑，少侠今日什么症状啊？先生，我患有失眠症，已经好多年了。今日途经此处，听闻先生妙手回春，特地赶来。这位少侠，您的病我还需要一味药引，明日再来一趟吧。陈姐，我是鱼，一条帅气的鱼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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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害怕呀，我呢就缺一味药引子了，帮个忙呗。算你，算大侠。哎呀，您看看，我只剩下13片了，这可是10年长一片啊。哎，你这鱼鳞啊，人类吃了睡得香啊。我帮你数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片。不可能，我天天的数，13片呢。来，我看看。齐活。哎呀，那大伙都评评理。你看我这好好的鳞片，这13、12片了，这多影响我这帅气的脸庞呀！这我那么多西瓜，现在就剩俩了。你说村民口渴的时候，他们喝什么呀？定是那小子又偷了我的方子。我本来是想拿东西和大家伙交换的，没想到我祖传三代卖西瓜，现在开始卖榴莲了。哎呀，算你这个小子，他真不知道。韩爷。大二的，算你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？你还嘴硬？你天天这个样子，哪个女妖能看得上你？
你先出去。不是采集结物。滚。好的。太不像话了。小蒜泥不懂事，给大家带来麻烦了。采集，看蒜泥他这样，迟早得暴露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他出去历练历练。对，出去历练历练。我同意他去历练，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把他驱赶出去啊，必须他自愿才行。嗯，冬天会好像马上要开始了。哎，我有办法。我是鱼，一条快乐的鱼。我是鱼，一条帅气的鱼。这么热闹，来，这样把汤喝。来，老人，我祝你180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今天你过生日啊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我无忌前嫌，原谅你们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。我们大伙一致决定，坚决支持你学习技艺灌输。什么情况？听说青州城要举办通天会，这可是机关术的盛会啊！各路机关大能者齐聚一堂，共同破解技巧天下啊！你想想啊，你如果能在大会上一展身手，顺便拜个师什么的，那还了得啊！此等盛会，我算你怎么可能缺席呢？对呀，啊，等我破得那技巧天香，习得那无上机关巧术，我呢就带大伙儿啊一起去一个世外桃源，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好，说得好，好，太开心了！走，我给大家放烟花去喽。去，采集姐，看我的！干嘛？他是潜藏在咱们村子里的妖怪，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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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虽然是只妖，但是我是一只绿光妖力的妖，大家不用害怕的。妖不两立，我们管你有没有妖力，是妖就得打。真的，让一让。打他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他虽然是个妖，但一看就是没有什么妖力的小妖，关键也没有伤害到大家。嗯，我看就放了他吧。你小子赶紧给我们让开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打！打！怎么？不就是挨顿打吗？皮糙肉厚的，随便打。无量天尊，还请列位稍安勿躁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在下呢是职业捉妖师，能否让我来试一试他是不是只妖？还请县长降妖除魔啊！好的。各位父老乡亲误会了，这位小兄弟的确是人，不是妖啊！县长，你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妖力磐石不会出错的。多谢先生给我解围，但我真的是一只妖啊！明明是人，装什么妖？哎呀，这孩子估计是被妖骗来养大的，太可怜了，孩子。
打句话，啊，打句话吧，太可怜了。什么意思？散了啊，散了啊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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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意思啊？宝珠，无量天尊。没关系，小妖怪，我信你。嗯嗯。二位师傅，二位师傅，啊，哦，还得感谢二位救了我。我是一名技巧匠，我叫赛尼啊。举手之劳不足挂齿，别人知天。啊，师弟，哎，我叫若水。啊，若水少侠，算你小兄弟，咱们就此别过。有缘再见，别过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们师徒二人要前往青州城。我正好也要去青州城，要不然咱们一起走吧。哎，师傅，我也要去青州城。哎，这么巧。那咱们就暂且一同前往。来，啊，请请请请。若水啊，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，你真的知道我是只妖？我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怕我？你吃过人吗？你有妖力吗？你犯过妖癖吗？你？你应该问我为什么要怕你吧？好像说的也没有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但是绝对不能伤他们性命。知天，知天，干嘛呢？知天。
师弟。哎，嘿嘿嘿嘿。啊！啊！哎呦，我都说了我是妖了，你们还不信？这不信了吧？你没事吧？人睡了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。你说这俩货真没看出来啊，一老头一小屁孩跑得还挺快。都过去半个时辰了，这俩货不会没追上没脸回来了吧？可别耽误我去青州城参加通天会。哎，若水，你去青州城干什么？啊？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。打小我就没有见过我爹爹。这个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信物。我娘说她跟我爹是在青州城认识的。我知道这一次希望渺茫，但我一定能找到他。原来你也没爹啊，真巧。我也没有，是采集姐他们照顾我长大的，我把他们都当做我的亲人。谢谢你，算你。好了，不等了，咱们自己出发，去青州城，走喽！啊，等等我，哎，石汉中。终于到青州城了，钱儿，两碗面。好嘞，马上来。算你啊，你到底什么妖怪啊？你是很凶的那种，还是萌萌的那种？客官，您的面。其实吧，我是什么妖怪，我自己都不清楚。但最起码是那种头很硬的。哎，你别急啊，等我破了那机巧天香，我的技巧术一点不比那妖力差。你精通技巧术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你别说，这小玩意儿还挺精巧。像是大机关里的核心小零件吧，驱动装置、钥匙之类的。哎，我可没钱，这顿饭你抢。刚刚我的包不也丢了吗？我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。好吧，这顿我请了。我能不能跟着你啊？你不去找你爹了？你一介小妖初出人间，刚刚又请我吃了两碗面，本少侠勉为其难。吃你的面吧。哦，真香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老板，要两间房。哎，实在抱歉，只剩下一间了。那我们去别处看看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现在整个青州城全都是人，都想一睹这个通天大户，哪儿还有房啊？那个，其实我不介意的。我介意。再拿一床被子。
嘞。我这地板你不会着凉吗？我们可以不用盖一床被子呀。哎，真的，我又不介意的。别动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停停停！你站住！你俩为这一套房，你这是……冷瓜，把包放下，给我滚蛋！有吗？竟然没有！啊，不会在这废在身上的吧？应该还在若水那儿呢。他们到青州城了，我们追去吧。走，走吧，赶紧走。你别说，这床还真舒服啊。我照顾你的事情呢，你就不要在意了。只是这个被子怎么一点都不软呢？因为地硬呗。我有失眠症，总是睡不着觉，对睡眠环境要求特别高。好不容易在你们忘记村的医馆找到了一点希望，结果第二天采集就不见了。失眠？染衣鱼。染衣鱼？好吃吗？采集姐啊，本来就是给你准备好的，还真是惊喜。来，把它喝了吧。这么快？喝完马上就睡着了。嗯，好难喝呀。能好喝才怪呢，老二他天天都擦爽肤水。喝完赶紧睡吧，一会儿药效就该起了。前两次温柔多了。哎，那你说咱们今天去哪儿玩啊？昨天我路过的时候看见一件咱们总是做同一个，本来我想买的，但是你看都没看一眼你就走了。啊，还有你这个衣服，怎么总会梦见这只火焰兽？要不咱们去买套新的吧，算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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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干嘛？我听说通天大会就在城中的通天塔举行，但是还有那么两天，要不这两天我们就先干点别的。嗯，先干点别的。那咱们先在城中找找你爹吧。嗯，快点走啊，往里面进去。特别好。哎，糖葫芦，哈哈哈哈。
我们想着包谷得还给你们呀，我们就来青州城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喂，给小孩子看这些真的好吗？没事，孩子嘛，总要长大的吧。这都不算什么，比起中州皇城的藏花楼，那里边的那姿色。你还去过皇城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次就是为了去苍花楼，带着孩子找妈妈。这孩子吧，从小跟我长大，可是我现在食不果腹，衣不缚体，实在是没有能力再抚养他了，也是时候该去找他的亲生父母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，师弟啊，咱们两个经历相似，也算是有缘人了。来，干一个！哎，干！来来来来，来来慢点慢点。师弟，来，再喝一杯。干！再喝一杯以后啊，姐姐罩着你，哥哥罩着你。来，干！干杯！来，赶紧干活。早就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，你们人类的酒太难喝了。少华先生，冷静，冷静。如实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抢这个吊坠？这个吊坠有什么机关？我们要拿着它去参加通天大会。嘿，通天会？你说这个跟通天会有关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不可泄露？也罢。哎，不过单凭我的技巧术呢，夺得技巧天香简直就是妙蒙。但是你俩呢，应该是比我了解的多。如果你们俩带我一起参加，这吊坠可以给我。那好吧，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通天大会。这还差。那若水呢？通天会那太危险，小姑娘去不合适，她就在这休息吧。我都跟这老板娘嘱咐好了。真的？啊。你就在这儿好好睡一觉吧。
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这儿叫一花阁，我是这儿的老板，姓刘，名千人。我朋友呢？啊，是这样，你的朋友们呢，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。我已经好吃好喝把他们都送走了，姑娘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，以后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们。是这样啊，我已经都答应你的朋友了，说要照顾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是说到做到。就是那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将来怎么办？你是想卖艺呢，还是卖身？哎呀，让他好好考虑考虑。哎，等等，我会跳舞，我跳得可好了。等等，啊！哎，咱们房钱还没给老板娘呢，他们不会为难若水吧？哎，你要担心呢，你就回去看去。哎，你走可以啊，但是吊坠我们得留下。对。傻子也难过美人关呐！你别说了，赶紧办正事儿。走。鄙人尤千仞，大家都认识我，承蒙各位抬爱，乃咱们青州城的首富。今天呢，召集大家来到这儿，是为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宝贝。什么宝贝呢？就是我们一花阁新进的花魁。好，静一静，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一花阁的花魁。热水姑娘，这个女人，我要。算。听老板娘说，你们把我
这俩臭混蛋，一开始我就知道他们俩有问题，还好我回来了。当然，机智如我，随便耍点小把戏就把他们给骗了。这回你可以找爹了。衣服换了吧。热水啊，哎，你说这吊坠为什么会跟通天会有关系啊？难道是我爹跟通天会？没关系，通天会明天马上就开始了，咱们一切便知。热水啊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出发吧，要不然知天知地两个坏蛋又回来了。你说这人心啊，真是复杂。有的人啊是真的坏，不坏的吧，又太傻。是，我承认你聪明。哎，你这么聪明，技巧天箱很容易就能打开吧？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清楚，我笨得连个研磨器都搞不明白，怎么可能打开技巧天箱啊？你哪里笨了？我每次出事不都是你救了我吗？若水，你觉得我不笨呢？那是因为你傻。我是只妖，你明白吗？妖啊，这世上除了傻子，哪有人不怕妖、不恨妖，还和妖做朋友啊？妖怎么了？你虽然是妖，但是你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要好。可是这世道，妖和人是不能共存的。况且我还是一直没有妖力的废妖。快走吧！哎呀，你弄好了没有啊？算你小姐，被动，放开他，把他绑起来！别动啊！臭小子，果然是只妖精，只不过是只废妖，难怪我的法器探测不到你。跪下！竟敢用空包骗我们！你可知我们是谁？你谁啊？平妖司。月卫，算尼他不是坏妖，你们不要伤害他。人与妖不共戴天，他们为非作歹，接近人类，就应该被清除。算尼，没事，没事。要有好妖和坏妖，你们滥杀无辜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。你懂个屁！算尼，你真应该感谢你毫无妖力，之前才逃过一劫。才想起来呀，你走了之后，我的人已经把你的同类都给灭了。什么？本来还想着放你一马，可惜你是只妖精，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。臭丫头，平妖司只平妖不伤人，若是再不离开，你们两个就做一对烧烤鸳鸯吧。逃出这里，才能阻止他们继续滥杀妖怪，才能为彩姐姐报仇。算你，thank you.
醒了。我们怎么出来了？你不记得了吗？昨天你抱着我从火里冲出来的。你到底是什么妖啊？为什么不怕火啊？梨花阁就这么烧了，太可惜了。好你个算你，到现在还惦记着梨花阁的姑娘呢。我昨天真的不怕火。真的呀，你抱我出来的时候特别勇敢，还很帅。哦对了，我们得赶紧去通天大会了，不然让那两个坏蛋打开技巧天箱拿到秘术，妖族不知道要遭什么殃了。若水啊，你不是人吗？怎么这么关心妖族的事儿啊？人有善恶之分，妖也有啊，都是天下苍生，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啊？在我心里没有人和妖之分，只有善恶。走，看我破了技巧天箱。老朽江天机，我们青州城江家今天召开这次通天盛会，技巧天香是家父在20年前亲手打制，如有有缘人能够开启，箱中之物定将拱手相送。天机大哥说得好啊。怎么，堂堂平妖司玄月卫也对我们江家这机巧天香感兴趣？我们这儿来自然有我们的目的，怎么天机大哥这是要坏了江家的规矩？来即是客，还请自便吧。到杨铁涵。姚启涵，我们也是技巧匠，没有姚启涵不得入内。算你可是忘记村最好的技巧匠。这是我新发明的研磨器，有资格进去吗？好，罗禀报家主。家主，今天广邀天下技巧高手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耶！知天知地，把吊坠还给若水。你们可真是阴魂不散呢。此次通天大会，来者都是客，谁跟谁有私人恩怨，在此就先放一放吧。如果你们是为了技巧天香来的，欢迎之至；否则，就不要怪江家关门送客了。
你们几位可否愿意尝试啊？算尼是望极村最好的技巧匠，精通各种技巧术，他一定可以的。你叫算尼，来自望极村，是又怎样？既然这样，这位算尼小兄弟就上台试一试吧。相信自己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这个小妖精命还真是大，不过这次这技巧天香你呀就别痴心妄想了。要是让之地打开了技巧天香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要遭殃。若水，你看到了，他们都很厉害的，我行吗？你行的。我行吗？你可以的。我可以的。滚蛋！去，加油！没想到这七小天香是个幌子。这是一道封印啊，好强大的妖力啊。虽然你战胜了蛟龙，但这青州城也快被你毁了一半了。可并不是谁都知道，其实你并无恶意，烟火是你的食物。算你，老夫我阳寿将尽，我去了，这平妖司将对你不利。我保不住你了，对不住了。
天君，把他送走。快，送去离这里最远的妖族部落。20年后，命运会指引他回来。天君，孩子就交给你了。爹，快走。爹，走。什么所谓的通天大会，就是一个幌子呀！好一个南境江家，你们就等着承受平妖司的怒火吧！家父江无上，当年封印神兽酸泥妖力于此，等的就是有朝一日，酸泥回来能拿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至于你们平妖司，我们江家就从来没怕过。你们江家？难道要背叛人类吗？我江家固守南境千余年，看到了太多牺牲和战争。蒋家祖训：勿忘人心，勿轻视妖气，只为众生平等。我江家誓保人妖两族和平，只与平妖司为伍。剑里为何会有妖力？你可知我平妖司手段高明，我灭妖杀妖，将妖击至半死，封入网器，神兵助我继续斩妖伏魔。邪魔外道，给我拿下！伤不了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冲出去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你的本体是龙子酸泥。现在我可强大了，以后就让我守护你，好不好？早知如此，当初就应该斩了你这只小妖。你们平妖司捉妖不分青红皂白的吗？平妖司就算是以身入魔，也要执行正义。我就算是拼尽全力
将你这只大妖斩于剑下，觉悟吧。还打吗？老冉，是你吗？什么情况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伤口就都痊愈了，感觉神清气爽。算你呀、你是不是给他吃了我的鳞片呢、好像是。我自己的妖力怎么可能伤害我自己呢？那些剑气反而会成为他的补品。算你他是个好妖怪，他救过我好多次了。算你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别来无恙啊，小江，当年还多亏了你送我去忘记村呢。你父亲吴尚尚在吗？家父已于20年前仙逝了。吴尚与我相识70余载，甚是怀念呢。算你大人，江家人已经等您多时了。算你呀，自从你走后，那平妖寺便来了人。经过一番苦战，我掩护大伙先撤，自己却被生擒了，还被封到了剑中，当成了剑妖。那采集姐呢？杨阳阳还有陆鼠他们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忘记村的人都还好好的，江家得到消息立马派出一支队伍前去营救，幸好赶到的及时，救下了大伙。他们现在应该快到青州城了。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怎么自己就走了？上哪儿去啊？你现在妖法无边，又找回了记忆，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我还得谢谢你吧。谢什么？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啊。我也添了不少麻烦，你主要还是靠你自己。算你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希望你以后珍重。
怎么突然间就跑走了？害得我一顿好找。明天要是出发没有他可不行，万一没有找到我老丈人，我跟谁提亲啊？我要带你去见采姬姐，告诉大家我找到那个我要守护的女孩了。给你放个烟花吧。你说的那个女孩是谁啊？反正不是你啊。你